老歌，这是台语老歌演唱会。是，第一首歌《梦远想爱你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来哟、哦，大家可爱个多嘴双手接好啊吼！我相信，相信无人，无人比我爱你。我爱你，爱你，不是，不是一日两日。我不甘，甘靠你，孤单一个点向你。我希望以后会陪伴你身边。但是我，站在他乡，只有忍耐，只有忍耐。梦袂想你，谢谢。这首歌是要送予大家，咱97岁阿嬷，阿嬷这首歌送予你听，谢谢。路尾土，希望的地，算哪乎你拢担。脚头，目卡的地，锁落去你那巴达。马卡拉的来往，你可你马给的，有些话，希望你，你莫别莫离。那你哇，啊不是那哟，困那路，困那路，人生你哇，哎呦，这好音真赞，来，好，啊，今仔就现场，所以我支持大家。会晓想的再来吼，我无奈无奈离开，是有啥袂安慰你？我希望希望会陪伴你身边，但是我人在他乡，只有忍耐，只有忍耐。谢谢，感谢。谢谢，哎呦，是啦，感谢。哎呦，刚刚唱我的调足轻松的，是我帮歌唱和音。帮我和音啦，听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很可怕嘞，你得唱，他可以唱女生的调哎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在录双修嘛？好呀，可是我只能唱男生的调。我两个一届顶下你演播做调，我做阿波诶，连杯酒，然后我两诶连杯酒，咱到底 ending 要唱几届？诶，我阿公喊你关掉，伊讲哎呀，我唱查某诶，我唱查波诶，伊顶半身是查音，下半身查波诶，唔是安尼先，我讲我顶下半身来现出来，抓了走出来，你听无？来，爱再大家，互大家较清醒诶，大家好。我是台南来的真卡金啊，超级好人榜东王的高嘉群。哎，破相关吹了一下哈，谢谢。唔过人无戆啊呢，嘿啦，人出道嘛要十年啊呢，差不多啦，要十年哦。我们同一年出道，我们同一年，我们是打对台，2015年。真的、哦，你跟他打对台哦。打对台，那有输呀？伊两个兄弟就成一条10万块，咁要弄一下，冇。这不解之缘啊。哎、欸，若无伊要迄、那个，算伊个企划吼，我两个兄弟嘛，无可能去搭那个位置值班。真的，哎、欸，但是很好哎、欸。那个就是为了要让他好看的啊！我迄当阵，你讲唔知啊？不是我好看，是他好看、啊。不是，你知道？我可以讲一个秘密。就迄当阵吼，我对面够塔车灯啊，我没有在看红人榜，只是我知道我要去上节目。哎呀、啊，这个企划我看到我给他 re 搞。你讲、你有听过高嘉群唱歌吗？我讲，哎、欸、呀，真的没有。我说啊，不然我听一下，你再打来，我再跟你讨论啊那个地啊。哦，十分钟了，我听说。听说了，伊个问讲，那你觉得你有信心可以打赢他？我说可以吧。快乐啊，快乐啊，快乐！今天搞这呵。哎、欸，你别生安尼讲哦，我你讲魔王魔伊迄个桂冠晋级，佫有15关魔王诶，你敢知啊？15个艺人哦，拢足够唱诶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凊彩讲一个就好啊，乔佑。
有够唱无？感觉超越有够唱，婆写歌来一个好不好？哎，伊甲超越车拼呢。哎，管你输还是赢。结果如何？讲互伊批判一下。结果嘛是输。啊，你免讲真赢的哦。无啦。啊，无我今仔等甲电话拢收起来，起来告你两个母女，阿伯走，阿伯留，阿伯留。我想要了解讲，那万不得咱顺子，咱阿吉拉带去做魔王。你讲，咱的交互阿 PK， 你认为什么人会赢？你讲，我感觉你会赢。你讲，我嘛家己伫红人榜超过乔卡恁最唱呢。真的哦。你有唱哦？迄个，我来讲，偷讲者，迄天来舞蹈跳到哩哩啦啦。啥？你讲迄个？我两个拢唱唔咩？你讲迄个阿吉拉？社会是溜溜球球，社会是溜溜球球。安尼啦。食油气的过目睭。我两个伫遐跳到大关，小关。安尼。啊你！啊！你为什么要甲伊跳？我嘛唔知。咱好好人。你有看过伊去参加迄落迄人国标舞迄无？名士迄场。嘿，你好讲哦，伊要去学国标，我讲真啊，假啦！啊，你阿伟那厉害啦！名士是拢无人通吹啊你啦。对啦，啊伊讲伊咧练咧，结果吼伊播出了吼，拢边仔迄个查某咧跳，伊边仔唱。安尼哦，伊边仔听俩。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阿杰啦，艺术是不能勉强。是的，我们事实证明他的腰真的不行。有胸啊，两骨有生生啊！对对对，嘿，啊，我讲咱家群吼，即卖咱的这个富力电视台吼，拥有这个很大群的。几点到几点？六点到八点，112台电视甲开了开。哎呦，哦，6点到8点，叫徐龙弟要陪伴大家啊！六点到八点的，哎，讲真经的，咱大家吼一定要支持啦，咱家群都辛苦的呢。六点到八点，有时间咱甲收看，无时间去追你无要紧啦。六点到八点，电视拍开，互你看到家群心花开啦，哈！真的啦，是不是？啊，无用啦，追你拢无要紧啦，拢唔免开啦，你著看你的就好。六点到七点吼，爸爸妈妈都下班来要煮饭的，囡仔要洗身躯的啦。七点半正经要看新闻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七点半吼，西说台湾麻烦者甲我支持一下，好唔好？感谢你。啊，那八点的时阵吼，搁看什么？看八点档，那有你婆阿写过来者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恁拍婆啊？对啊。恁搁听会咧讲啥？听无吗？你做主持人介绍安尼啊？恁老较好，你搁甲人客讲6点、6点半煮饭生碗，6点半7点食饭骗人啊，7点、7点半看电视新闻。7点半、8点，搁看你个西说台湾，恁老靠几出都无人看，不要报嘿。哎，安尼你无罪，无罪啊，代表你无罪，对不对？伊袂罪，拢比啊，伊拢我后边迄个罪，我拢无对。我拢讲，伊拢一口都没喝。伊讲恁呐，结果拢伊。安尼惨啊！等下阿杰来要唱《最英雄》呢。嘿，无啦，等下我来讲，等下叫两个迄个出汗有无？该扛下去。扛了对啊。嘿啦，嘉伟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有人吼，有人啦吼。啊，算来，过来，咱家己两个替唱第二首歌曲啦。安尼安排我家己的歌曲。好，无问题。虽然讲无人知嘛，是爱唱红白。袂使，来，大家就知影啦哈。爱过一场梦，大家叫做爱过一场梦。爱过一场梦吼，迄个过是有一块好食的过。嘿啦，过过过，我们红菇过，菜头过。咱家前面就去嘉伟吼。我来握来握手一下。啊，我如花嘛是块过，袂歹食。我提些物件送给大家安尼。你要吃咪？我唔是你食了。啊，这首歌真好听，我讲真，我非常，我非常极力推。未钓到啥，刚才做拍摄来的，新的遗照，新的海报了，哎，谢谢。阿妈，哦，阿妈来，嘿，阿妈，阿妈。阿妈有一个特别的礼物，这个抱枕要阿妈。哎，阿妈你阿妈你衣服要折回，哎，那你若像阿妈的，我发给你。
伯公啊，嘿，嘛感谢哦，啊嘛感谢咱伯公啊，会让予咱遮济人诶，遮尔啊平安，大家拢身体遮尔啊健康，吼、哦，希望咧每年吼、哦、年年会当愈办愈大呢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，好吼、哦，嘿，你看即卖因两个爬都爬啊，楼梯爬未起来，你来看卖啊，你看。我唔是啦，因为你嘛熬煮啊。啊啦，好，我嘛熬煮哦，好啦。安尼好，大家有啥物听啥物歌无？啥物？哦，披光啊囝哟，好，即首会啥？即首好，阮志哥点诶啦。嘿，这首歌送给大家，披光仔囝送给您，感谢，谢谢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你的目镜是黑框的，黑框的。哦，对啦对啦，继续对。啊啦，啊你的呢？要给我挂呢？哦，你的镜哟。白姐，白姐。哦，谢谢，来来来。哦，来，这首歌呢，反正就是咱的八公仔的同胞兄弟，哦，伊的姊妹啊，妈祖的歌，叫做《妈祖的囡仔》，送给您，谢谢。哎呀，顺风顺风，谢谢。啊，感谢你的粉丝朋友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不知影这世间有啥款的无奈，生命的意义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定的月亮，无比妈妈一番来。在呀，这世间。
什款的无奈，生命的意义又搁有什款的期待？天阴的月亮，搁被妈妈一房内陪阮念歌，陪阮一暝到天光。谢谢，这首《妈祖的囡仔》哦，谢谢，送给大家，谢谢，感谢，啊，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么认真的主持，今天节目到一段落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